对啊，全部只能做一二四乘15个而已哦。一个900块的东西要只能做15个哦，做一个可是要60块呢。一个贴纸。零零五四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零。做的是什么嘞？哇哇哇！好，3、2、1，来噔噔噔噔噔，跟上次一样，噔噔噔噔。这个呢，是一个，这是角落小伙伴的贴纸制作机。我先来，这样可以吧？开出来，对，可以吧？不要乱开哦。妹妹，被你们撕坏了，是不是？撕坏了。我看一下，然后等一下会有个透明的东西，我想看，就是这个。喂，姐姐，你看贴纸制作机耶，好大哦！这是我们的贴纸制作基本体。好，那把这个打开。啊，这个是小道具吗？来，后面就来给我丢。降价800多块，妈妈买得起哦。妈妈买得起哦，你老爸出钱嘞。爸爸，我们研究一下。这干嘛？可以打。喵喵喵！我们各位看一下，这个猪猪，然后小踏实出现在这的样子嘛，这是第一张。哇，你的，我们先看它是什么 size 的。SS。SS。这个可以直接当四叶草，或是自己一个爱心的。这个可以放到贴纸的。我介绍过了，我介绍过了。这小漂亮的猪猪，哪种？所以这只能做这几次了，对不对？这几个做完以后就没有了。妖小鬼，这个玩具真厉害。星星嘛，看你要放什么猪猪进去。猪猪，好。这个卡直接放上去。就这个下面，打一把放进去。好，这个放进去之后，我们轻轻压一下。嗯。哇，它掉在下面了。嗯。然后再做好一个，它后面可以撕下来。当贴纸的。对，好可爱。我们多做一些吧。你这些做完就没了嘞，他总共中几个贴纸啊？我不想要补充包了，反正有做就行了。对啊，全部哦，全部只能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我看十一。那连在一起。12。12。13。13。14，乘15个而已哦。一个900块的东西要只能做15个哦，900块除以15，做一个可是要60块呢。一个贴纸，这样一个成本做出来是60块哦。爸爸，这个可以一起做，嗯，这可以一起做，直接做4个小的，这么厉害哦！哇，我都没想到了。出这种东西的人一定是赚大钱的。是哪边？是相片节目，好吗？那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玩小小不想铃铛，可以刷新影片，同时还要记得留言，不想我们下次见吧。还记得订阅我嘞。